接下来请看二号选手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欢迎，知道吗？哲瀚很厉害的，但不光是这个演戏厉害啊，人长得厉害啊，人长得厉害，武技非常厉害。但是我不知道女生有没有就像我那么观察的仔细，我怎么比女生观察的还仔细？我观察到了，你观察到什么？观察到什么？我想看他的肌肉，肌肉在哪里？很厉害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阻止某一个人，某一个人非常杨迪，这样很简单。既然不服气，我们就来一场舞蹈的 battle， 要不要？要！加油！这个人，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OK， 来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张哲瀚 and 杨迪 ，Showtime。你在那这样的时候，没人理我。哪里？他一个单手，那个动作很帅啊。来了一个很难。来一下，来三二一，开始。怎么样？杨迪来一个，杨迪。掌声谢谢杨迪来。别回来了。哲瀚来，入棋可对。休息吧。送陈晓入棋。但是欧哥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今天我那边四个男生，我们这边也四个男生，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，其实差不了多少的。哦，理解了，不相伯仲。我们这边五花八门，对吗？奇形怪状，那边一山更比一山高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提醒这边的我们的四个男生，千万不要受到主场战队的这种气势压人哈。来，为客场的我们四位候选人，掌声为他们鼓励一下。好了，女朋友。我和你的妈妈同时掉到水里，你先救谁嘞？哲瀚，我会先救妈妈，然后我会找个会游泳的女朋友。以后要跟他处女朋友的话，先说我不会游泳。来，你说。没有哲瀚这么说的话，我先让他们去学游泳嘛，让他们两个都去学游泳以后，我们再结婚嘛。不，你让妈妈和女朋友。然后我不用去救他们，他们俩自己出来就可以了嘛。因为他自己也不会游泳。对。女朋友跟妈妈来，先去报名学游泳。欧哥，那如果这问题问到你，你怎么回答？那个本场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。OK， 好了，接下来所有的男生，请问你认为自己什么样的状况下，怎样的自己才是最帅的？哇，最帅的时候一般都是洗澡完了照镜子的时候。哇，主要是你肌肉很多，平时我们也看不见。只有自己欣赏一下。哎呦 ，OK， 好吧，来，说到衬衣，有没有一个风俗哈？说是在毕业典礼上。不是，哎，哪个这个男生喜欢哪个女生的话，会给到他一个衬衣的扣子。如果男生给了你这个扣子，就表示他的意中人就是你。那我要问的是，请问男生衬衣上的从上往下数，第几颗象征的是所谓永恒的真爱？三个选择 ，A， 第一颗，三颗 ，B， 第二颗 ，C， 第三颗。五秒答题开始。考验他的身材。来，为什么是 B？ 上大学以前都没有穿过带扣子的衣服。对，
啊，都没有算是没有穿过带扣子的衬衣啊。你上大学以前所有的衣服裤子都没穿过，好多校服基本上没有穿过有那样的。所以 OK， 那你的回答怎么来的呢？比喻怎么来的？第一个是平时大家都不会扣上去嘛，对。第二个是就是如果我的女朋友或者我的对不是了，就是比如说结婚以后他的老婆或者他的女朋友嘛，就是可能是他第一个是他动这个第二个扣子的人就是。女朋友呗，哦，这个哎，他这个理解蛮对对对，蛮有意思的，好像好童话世界哦，哎，多棒啊 ！OK， 来备胎，你愿意一直做备胎吗？啊，能有备胎做的相当不错了，你还愿不愿意？哲范呢？我会把他抢过来，哇，我会做备胎。OK， 你没法忍受当备胎的这个状况。对，我一定会，我喜欢的人一定要就是我的，全力拼搏会抢过来。哲范，可是万一那个女生结婚了呢？结婚了那不算了。那还是先救妈妈吧。接下来问回到我们主客两位嘉宾的问题，他会怎么办呢？梁思成对林徽因说了一句什么话，让林徽因十分感动，最终留在了梁思成的身边？这是一道开放题，20秒答题时间开始。我们来看一看那个米热。去吧，他等你呢。嗯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这样说的话会好一点吧。你别忘了，米热，你是非常非常爱这个女人呢。对。但是你也会这么说。他跟我说他喜欢两个人呀。同时喜欢着两个人。对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跟他说：“你去吧，他等你呢。”他内心肯定不开心。对吧？ OK， 好。哲翰，我爱你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。对，我是觉得先要表明自己的一个立场，就是说，就是说，你说你同时爱上两个人，我要表明就是我是很爱你的，但是我不能去阻止你做什么东西。哦，如果他去做了一些什么样的选择，我会尊重他的选择，就是哪怕如果他选择跟我在一起，我会带他离开这个地方。如果他是选择去另外一边的话，我也表达了我是爱你的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，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，祝你幸福，就是类似于这样了。来。